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一个瑜伽体式——猫式。双膝跪地，手掌平放在地板上，与肩膀成一直线，指尖朝前，大腿垂直于地板，身体躯干平行于地板，脚面贴紧地板，身体放松。深呼气，同时尽可能拱起背部，让下巴碰到胸部，然后深吸气，同时让背部向下弓，双眼朝上看，提胯收臀，交替重复这两个动作各五次，动作要尽量缓慢，让身体充分伸展。这个体式可以有效锻炼颈部、肩膀和脊椎的柔韧性，同时还可以调节消化功能，缓解月经痉挛。现在您就学会这个体式了。